恳请和尚传法，唯愿和尚不吝慈悲，默然应允，下情无碍无任，恳祷自治。Thank you.
阴山一肺莲花笑，碧血堂前竹影穿。明月孤金红一丝，映红映翠总是缘。昔释迦老人在灵山会上以涅槃妙心正法严障，不受磨合，转色准则，如是心心相印，珠珠相传。地上不熟是大漠，是四天二十八书，书的法机在问四月，唐王和我做博士四月，唐王真的这大法月世界上根问只有大事，看为法器或曰如说法之法或菩提者不可胜数，孔子就是河南大法引申听到佛法传移，现在元宵神仙口中中华脉源流一卷，大家一起真句真迹如真，三子父死上不服，不住下不累，即令做出不是是大道，出手以不足之期，虽然如此即今待思量
然后呢，要选好的，往外传，再需要传的话，就选好的。